就可以就歪歪哟，买那些猪肉啊，什么搭配啊，或者这也是不错的 school 咯，小孩子的。然后之前歪歪呢，大排档呢是在这一个整个马来西亚里面呢是最旺最多的，你看那边这里已经剩两间，再加这边旁边两间，总共是四间。的大排档，包括现在他连这边旁边他也拿掉去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有好吃的，风啊，人家啊，你看吗？啊，你看眼镜店呢，安心肉店呢，你看猪肉店都有上过了，然后就来到我们另外一间，哎呀嘞，先做碗头嘛了。然后就有99哦，99嘛，一定要有的咯。我们也是有米雪，然后 stationery 店也是 ，clinic 也是有。猫啊，那些也是有。这一间呢，红米街呢也是另外一间排排档来的。这一间都两间店，我比较喜欢来这间打打 copy。啊，水果店啊，炸板房啊都有，煮茶啊都有。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其中一个最多的啊 pharmacy 的家店，我爱 pharmacy 呢 ，KK 八宝，连补牙都没有问题，有的都 DIY 啦，美丽啊。我也是有装广灯的，在上个月的话，我就有弄车阿亚的，我点两边灯的。我们回到来，这边的法门西廊，我们这边有两间店铺的 Help Me 呢，有两间店铺的我胜欢迎，又来了，又是你那个。刚才有提到那个早餐的嘛，这个也是有另外一间大集团的百分之五嘛。7-11 pharmacy， 对 pharmacy， 那 pharmacy 开到啊，连在一起了。然后还有 caring，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pharmacy 了那个。然后 grocery 的，刚才我们有提到除了 Lotus， 我们这边还有 Farmer Green， 这些是中小型的，面包店啊、咖啡啊、理发店啊。什么鬼的呀？第二把就比较多的是吧 ？OK， 我们拐弯了，能够马上进去。